生下女婴重达10斤6两，却只长体重不见长胖，也无也瘦，也累也瘦。然而孩子的腹部日渐膨胀，2个月内便大如西瓜，那个肚子啊越来越大，我感觉那个不劲。在这个小宝贝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呢？敬请收看本期人口。这个刚刚出生2个月的小宝贝叫邹静贤，她纯真的笑容十分惹人喜爱。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天使，她的肚子却胀得像个西瓜，腹壁上的血管被撑得清晰可见。那么，这个刚刚来到世间的小宝贝，到底得的是什么病？他的病又是怎么得的呢？事情还要从小静贤出生时说起。2009年2月28日，邹兴亚和杨林即将迎来自己一直期盼的小生命。我老公他一直很想要个小孩子，况且我也很喜欢小孩子，然后我老公情绪比我还高兴，然后他就是这样抱着我，然后就说我要当爸爸了，他就哎呀，就是那一种心情很高兴嘛。虽然杨林怀孕时肚子就比别的孕妇大许多，但是她依然坚持想自然分娩，这让丈夫邹新亚和全家人都非常担心。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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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吃，吸一口气，再来，再吃，赶紧的，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可小宝宝还是没有出来的迹象。如果生产时间过长，很可能造成胎儿窒息，甚至是死亡。当时我都怎么说呢？都不敢看的，然后就跑出去了，都到外面去透透气了，很紧张。由于难产，最终不得不选择剖宫产。在经历了两个多小时的生死挣扎后，杨林终于听到了自己小宝贝的啼哭声。哎呀，妈妈，我就感觉之前所有的什么痛都烟消云散了，我觉得真的一个小生命终于出生了，很高兴。然后我就哇努力的睁开眼睛了，看一下我自己的小孩子，然后看到头发很好，然后个儿很大。等生完孩子以后，我才进来的，就是抱出来的时候，就是感觉我真的做爸爸了，就那种感觉。我感觉好像我做爸爸了吗？还不敢相信的样子，就是说。小静贤的降生让全家人喜欢得不得了，但是让家人担心的是，正常情况下婴儿出生时体重一般为6斤左右，而小静贤出生时体重竟然达到了10斤6两。10斤多，我们不能往坏处想，是不是啊？是吧？就认为哎呀，那么大肯定又差不多吧，有那么重吧。人家看你，哇呀，你那个声音真的很大，是很大的。除了体重偏重，小静贤倒也没有什么别的不良症状。家里新添了这么一个又白又胖又漂亮的孩子，迎接新生命的喜悦很快就冲淡了家人的担忧。我老公他说我们生了一个公主，头发很好，然后长得的话眼睛很大，然后我就很开心。然后村上的很多人都跑过来看小孩子嘛，都夸小孩子长得漂亮。你说我要升级了嘛，要做爷爷了嘛，对不对？心里很高兴，所以我买了很多鞭炮啊，在家里放，是吧？买了喜糖。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家人慢慢发现小静贤的身体有一些异常。虽然他吃东西和消化都很正常，体重也在不断增加，可就是不见长胖。
越来越来越瘦，那个营养不吸收。就在小静贤刚出满月的时候，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个肚子越来越大，吃一东西来胀得很大。哎呦，我感觉那个不对劲了。不大放心就报到我们当地那个妇产科嘛，到产科医院找那个主任医生。那个主任医生就告诉我，讲不要紧，小孩就是这个样子的。小孩子的肚子大真的是正常的吗？家里人不放心，便带着小静贤去了镇里和县里的医院。然而医生检查后都说孩子没有问题，可是孩子的肚子却越来越大。穿个肚子外衣啊，这么高，总是那么高，穿衣服又不好穿，鼓鼓的，很紧。不过后来一个多月了，我觉得那个喝奶不得劲，喝是能喝，喝的肚子里去了哈，那就胀得很难受样的。随着小静贤慢慢出现各种异常现象，全家人的心开始揪了起来。那么，在小静贤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呢？静贤的姑姑在厦门。全家人就带着孩子从江西九江来到了厦门给孩子看病。肚子就很鼓很胀很大，连整个背部哈全部都是鼓鼓大的，然后我摸下去哦是硬的，然后就跟我妈妈说，跟我爸说肯定不正常。一到厦门，一家人便带着小静贤四处看病。我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但是我有在杏林好几家医院哈，检查医生都说是正常的，然后感觉说他吃喝什么都很正常哈，就觉得是蛮正常的，但是我还是很放心嘛。他们带着小静贤来到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的齐主任一看到小静贤的状况，就露出了担心与紧张的神情。好的，一看到这个肚子。他要脾是吧？一般的孩子一般上消化不良引起的是吧？这个腹胀是吧？还要大，而且摸起来的肚子呢，它比较硬韧，啊，隐隐约约能够摸到的这个一个肿块。一听到“肿块”这两个字，全家人都被吓坏了。刚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都傻了，我们开始不怀疑是肿瘤了，因为刚刚孩子肚子这么大，怎么有肿瘤了？为了确诊，医院给小静贤做了进一步检查，然而检查结果更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我们当时要吓死了，啊，而且那个瘤子很大，我都顶不住了，我老婆都顶不住了，都哭了。那么腹部 B 超呢，我们就发现腹腔内一个巨大的是吧，一个囊实性混合的这么一个包块，占整个腹部的1/4左右。那么它这个胃肠啊，尤其是肠管都被挤到了右腹，那么肿物的上界是吧，已经啊这个把横膈是吧这个都顶起，你看跟这个心影都重叠了，我们就是初步考虑是一个腹膜后的一个畸胎瘤。那么什么是畸胎瘤？静贤这么小怎么就会得上这种病呢？那么畸胎瘤啊，在胚胎时期就发生了一个肿瘤，我们在这个胚胎的早期啊，我们这个胚胎干细胞，它是一个啥具有多功能的，是吧？有潜力的，是吧？这么一个细胞组织。那么正常情况下，它可以这个分化，是吧？这个发育成正常的组织和器官。那么一旦，是吧？这个部分这种具有是吧多功能的，这个潜力非常大的细胞从主干上脱落或分离下来。那么它就会是吧，会发展成这个
畸胎样的一个叫肿瘤组织。原来小静贤腹部四分之三的空间都被肿块所占据，必须立刻做开腹手术。因为畸胎瘤随着年龄的增长恶变率越来越高，还有呢，肿瘤这么巨大，它会呢这个产生一些是吧，这个压迫一些症状啊，还有呢，肿瘤呢它可以胀到一定的程度，它可以破溃，是吧，囊内还可以出血，甚至是它对生命也可以是吧构成威胁。我肯定怕了是吧，我很担心害怕生命。这个刚刚出生的新生命现在又随在小静贤出生第76天时，这个幼小的生命被推进了手术室，全家人的心都悬了起来。在全家人焦急的等待中，2个小时过去了，可手术室里却没有一点消息。小静贤在手术中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等了好久了是吧，等慢慢等，哎呦，还没出来很担心的。那妈妈也哭，我们都在那里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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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离开一步，没有抽一支烟，没有离开那个座位一步，都是站，我是站，基本上是站在那个手术门口的手术台门口，等医生的消息就是。当手术中打开小静贤的腹腔后，医生看到的肿瘤比术前预想的还要大，肿瘤已经将胃肠等内脏器官都挤到了腹腔右侧很小的空间，但因静贤年龄还太小，从而给手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2-3个小时很难熬，感觉说万一要是出现了什么状况怎么办。手术中令医生们没有想到的是，小静贤腹中的肿瘤跟肾脏静脉和部分胰腺组织都粘连在一起，尤其是肾脏静脉，一旦操作有失误的话，肾脏将很难保住。3个小时后，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那么小静贤手术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然后我们就奔跑过去，然后那个四期主任他说，家人们都不用太担心，手术很成功。然后我们大家心里石头终于落下来，觉得哇，安全了，小孩子终于渡过难关。
做手术的好像一直在地狱的挣扎一样，现在一下子回到天堂了，很开心。他说是良性的，好大一，两三斤，一个膜包住了，那里有水，有肉，还有骨头。从小静贤腹中取出的畸胎瘤竟然达到了三斤多，而肿瘤里的物质还包括了骨骼和毛发等，这令所有人都十分惊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7世纪的时候，把这个畸胎瘤，因为是妖怪，原因上就里边呢，它这畸胎瘤里边啊有毛发，有皮肤，是吧？牙齿、骨骼，是吧？甚至还有这个这胃肠道，是吧？甚至还有一些脏器、肝脾等。有人认为啊，畸胎瘤是个寄生胎，但是它呢跟寄生胎它有个区别啊，寄生胎往往是由于这个受精卵的发育异常啊，实际上它是这个双胞胎啊，有一个没有发育。那么寄生胎呢，它的组织结构上，它往往呢内部都有个成熟的组织和器官，比方说它有一个完整的胳膊、手啊，啊或者一个脏器的器官。但是畸胎瘤呢，啊，它没有一个完整的组织和器官。小静贤的这个畸胎瘤如果发现的再晚一些，很有可能就会破裂在腹中，这将直接威胁到小静贤的生命。然而小静贤是非常幸运的，由于及时发现并及时手术，让小宝贝再次重获了新生。这个孩子呢，他是住在这个农村，那农村我们都知道产前这个检查跟产前诊断还没有普及，而且出生之后，当家长发现肚子大的时候，这个一个是小孩本身肚子多数就大，还有一个是人工喂养，容易合并消化不良。消化不良的最主要体征就是腹胀，所以多数都想到啊是一些内科一些常见病，更多的疾病啊，而采取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才能够发现。畸胎瘤像大多数肿瘤一样，目前还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原因，但是环境的污染以及在怀孕时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是对胎儿生长十分不利的。小孩出生一些先天缺陷，这个多数啊，是吧，都是在这个胚胎的早期，也就是怀孕的3个月内形成的，因此就是3个月内的孕妇啊，一定要注意保健。怀孕之后呢，我们要建议一定要做产前的筛查和产前诊断。那么好多先天性畸形，在胎儿期就能够做出正确的诊断。小静贤在经历了一场磨难后，现在只有9斤多的她，又恢复了那天使般的笑容。取出肿瘤的小静贤，从此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健康快乐的成长，而这一家人又再次回到了幸福平静的生活中。畸胎瘤多发于新生儿与婴幼儿，孕妇在怀孕期间注重孕检及产前诊断，可及时发现胎儿异常，并在出生后进行及时治疗。